赌王何鸿燊和三太陈婉珍的仔何猷启在两年前同有金融之花之称的齐娇秘密结婚，结婚没多久已经生了两个女，一向被人夫妻恩爱的形象。不过近日何猷启就被爆出在爸爸丧礼的第二日就拖住一位大约二十几岁身材好好的女仔行街，几日之后还被人拍到他再次密会新欢，在他家楼下一起行超市买日用品，还好熟练地按楼下密码，看来经常在这里出入。有消息指女方今年二十岁，目前在英国读大学，活跃在富二代圈子，何猷启和他已经是半公开的状态，曾经带埋他和一班朋友一起唱 K。 至今何猷启和齐娇都没有就这件事作出回应，